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海据点，我是刘海。我是早安。今天我们呢要拍一个九尾的 vlog， 因为我们是兴致勃勃想要去吃一个火锅，很特别的火锅，还是可以在星空下吃火锅的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啦 ，Let's go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去这个地方啦。然后这个东西哦，它既然是要做 booking 的，然后我们就晚餐的时间已经是付完啦，就只能去宵夜的时间，晚上十点。就是这个，在楼上，楼上。然后就是来到这边还要等多一下，因为满人了，然后我们就再等一等咯。然后为什么会来，也是因为我看到 Facebook 的一个 post， 他讲无限 review 肉19.9块，然后我就看一下他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，到底是只有肉 review 是19.9块而已呢，还是全部19.9块？这里就是有他的 menu， 等无限添加。黑生火吗？点火腿。猪肉培根，猪脚。Hello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 我在折星星。他讲20个星星可以 fill 我一杯饮料。哇，出来可以看一下夜景呢。Welcome to KL。Welcome to KL。哇，夜景，哇，很近哦，这边。这个就是玻璃屋，这个是 for let's say 你有一个 family 还是怎样，啊，就可以独享一个整个泡泡球，然后可以直接看夜景了这边。啊，左岸看到要拍照，所以这边是可以边吃可以边散步看夜景样子的咯。这也是可以看夜景的地方 ，OK 啦，不是看星空，哎，自己可以看星空，可是没有什么星星。看上面，看上面，看上面。今天没有星星，在我们刚才就吃了12盘，好像是12盘，然后就是120多块啦。我是觉得 OK 啦，因为它的肉是蛮厚的，然后蛮大片的，100多块的这个价钱，跟如果我去海底捞去其他更高级的地方吃的话，就已经会吃到200多、300多，而且重点是它的肉很多啦。我个人是觉得蛮推荐的啦，因为它也有三种不同的汤底。那我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记得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